欢迎来到 Cell 的家庭活动计划，一个专门为接收家庭保护的客户们设计的程序，减少他们跌倒的可能性。这个短片是为所有家庭保护的客户设计的，帮助他们正确的做下面所说的活动。活动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好处，活动可以帮助你的大脑、心脏、肺部，而且活动也可以帮助你的肌肉和关节，并且提高你的保护系统。当然，这也证明它可以帮助你提升力量、平衡、呼吸、思维、睡觉、力量和消化系统。这个活动的好处是你可以自立，避免住进老人院，并且减少你对家庭的压力。你还是可以轻松地做这个活动，而且还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，享受生活。如果你想保持积极的生活，你可以找一个朋友、邻居、家人跟你一起做你的活动。你可以找一个人检查你的进度，把这个变成一个计划，每天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做同一的运动，自己放一张提醒条来提醒自己需要做这些运动。你一开始的时候先试一试，然后慢慢的增加，例如先试一试做5分钟，每天3到4次，记录下你的进度，写下你每天做了多少活动。家庭活动计划可以帮助你